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覆云何业或人中圣报，有十种业，云何十种？一，谦卑离慢。二，尊重父母。三，尊重沙门。四，信从婆罗门。五，爱护亲族。六，尊重贤圣。七，修行十善。八，不轻慢布特伽罗。九，尊重师法。十，地信三宝。如是十种或人中圣报，佛言：妙慧，菩萨成就四法，得富贵身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应时行施。二者，无轻慢心。三者，欢喜耳语。四者，不惜果报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应时行施无轻慢，欢喜授予不希求，能于此业常勤修，所生当获大财位。
为人所喜爱之音。王子又问，云何敬业成，魔往不能倦，而于世事中为众之所爱。世尊答曰，甚解成敬业，精进摧伏魔，如说而修行，所生令众爱。王子又问，云何大摩尼为众之所爱，摄取一切法，唯愿人尊说。世尊答曰，圣智乐具足，不退菩提心，由此摄诸法，为众之所爱。得他人信任之音。不偷盗者，出大贪网，彼人现在，善人所信。若王王等，一切皆信；若于王众，若长者众，若刹利众，若沙门众，婆罗门众，一切皆信，怜爱悯念，信受其语。离妄语者，诸世间人，或有眼见，或有耳闻，一切皆信。设富贫穷，无财物者，一切世人供养如王，如众星中光明之月。王子又问，云何得成就三昧陀罗尼，凡有所发言，皆令人信受。世尊答曰，修心得三昧，忍获陀罗尼，敬重于众生，发言人信受。
佛言：妙慧，菩萨成就四法，所言人性，何等为是？译者：发言修行常使相应。恶者，于善有所不复诸恶。三者，于所闻法不求过失。四者，于说法者不生恶心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发言修行常相应，己罪不藏于善友，闻经不求人法过，所言一切皆信受。受人恭敬尊重之音。若行起时即生宗时，常知止足，不受别请，不食肉，不饮酒，五心能熏，悉不食之。是故其身无有臭处，常为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。眷属不离之音。因无离间，离间语一同两舌，眷属何愿远离高下，霹雳双报。若人不两舌，方便善合争，身为人中尊，眷属常不坏。有非处者，为离两舌之人，眷属分离，无有是处。若眷属不离，思有是处。
离两舌人，于现在世受业果报，知是亲友、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坐使、如是等人，皆悉坚固，无人能坏。王吉怨家，二兄弟等，不能破坏。若无财物，亦不舍离。摄持时俭，若行旷野山中险处，皆悉不舍，常乐不离。若有他人种种方便说破坏语，虽闻不受。佛言：妙慧，菩萨成就四法，得眷属不坏，何等为是？一者，善能弃舍离间之语。二者，邪见众生，令住正见。三者，正法将灭，护令久住。四者，教诸有情去佛菩提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舍离见言及邪见，正法将灭能护持，安住众生大菩提，当成不坏诸眷属。得财富之因，佛言：富有实业，能令众生得多资生报。一者，自离偷盗。二者，劝他不道。三者，赞叹不道。四者，见他不道，心生欢喜。
五者，于父母所供奉生业。六者，于诸贤圣己师所需。七者，见他得利，心生欢喜。八者，见求利者，方便佐助。九者，见乐施者，心生欣悦。十者，见事机警，心生怜悯。以事实业，得多滋生报。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投资标股，迈向财富自由。欢迎你，让我带你走向成功。我跟着老师就赚了10万哦！我刚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啦！注意，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，50万包你吧，只有10个名额。我要加。网络投资陷阱多，稳赚不赔是诈骗。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频道一百 K 不到五秒钟，但是一出门我就看到阿妈要去拜拜，阿伯要去买菜，超跑油门我也只能轻轻的踩。学校附近五音拉郎，医院周边五老寡郎，人车拥挤处五探假郎，五号这一行啊靠五单处来郎，整条路拢家己人。特定区域小心，减速随停，让爱随行。当我说老百姓的人呢，把商店的店吧，啊，还要打造，确保的，把店嘛接的人的啦，那么那个六年，就是没落单，这里咱们六年啊，其实老说把他们接的呢，在确保人了，他我说用地没吧，或者中央他们这个粮食人工了，他们这村里的好难的，哪里说兵能得过来？哪里说兵嘛？你那那的呢？差点搞他们成都的那的呢？得把你那的呢？搞到个得把来就是，搞到个得把，这同伴的，搞到个得把的啥呀？得让得我要来得哒，这啷个把你的？搞到同得把你的，这差得啷个两层零？这厂里这不差把他们这个啷个都啷个成了两层零个呢？哪里说兵嘛？那里要哪里藏钱给他呢？哪里说兵嘛？要过牺牲啊！你那么说搞事，那哪里过错就是？敌人嘛说我吃吃干粮嘛的，这里我那我那在这里，他哪里说兵嘛？他干起活来藏钱的，
这少点种啊，你煮汤吃生的过来，哪里什么的，哪里就有干吃过来的孩子。他当年哪里说不定那个厂房从哪里就要讲的，你把你一接，啥地干汤吃，你把你能吃过来的。你在那东南个地方的啦，在那南方的啦，那个深的，南方深的塌的，深的东边塌的，地震的落了要过去呢。这下可说长了，你六十个地里我们打完的，全部捏了了。你妈个六斤重过来，三百个十斤的，这是我东五年的，全部捏了过去，把的全部捏了过去了，他都吃个捏不了。那我先说他去，先你帮忙他去呗。打马着吧，打进去个马着吧，还好说成了。等你去干的就用起个药嘞，用这个药嘞。上进作起我，别再话他们就我马上考的药嘞去。呀，你马上我作起你这卡当的药嘞去。我上那个我上起你这第一说是说什么的，哪样个的呢？第一呢，我那种大地当地那当大工的娘们的呢，一定是无数。从他子把他们就让鱼把的，打完羊的不好过呢。哦，我那个打完的，从他这人上车的人车的，刚要么进门就把上那些，先进就把他们接到抓娃送，接送过来。那你说你们的，我单位电话的了，找人也不接，就是那个先做了上我当，他当年考什么当？大当机那考这个去他们去，刚来，先就把来去。身体就把人也去，身体吃的那哪个身体，那个还好着，哪个身体还哪怕那个还好了，这啥都真的打还好着。这里的娘子人当当人让就是，那边让就是白给的，这里啊让个让个就把这是顶过来，杀鸡杀鸡让了顶，毒鸡毒鸡让了顶，那边让就是把顶过来，他头没有了顶嘛，都要么的，这就多人要过去了。哪里说你们老人的吃呀要么的，这哈货就是哦，干的什么哦？哪里说你们讲讲些个东西？这里哈货特别的，这里煮哈货的，这哈货哦，哪里说你们的干呀么的？哦，低松的给呀，我都低松的，还是给咱妈妈的多大几年子就嘛这个，你吃的了，他就把啥话特别了，别人我这个但说不中没完，两米天都有话特别的，多了的，他上地锅去，上地用的深的。查工的学过的，上这主任我的也是，现在查工的学的，两多就把厂里上级那个要的，第一到内陆就搞出过的，这哪里说你们那个马的是砸的要嘛？这下过来去下过要的，这里咔咔的什么的，下过出过嘛？这哪里说你们是砸钱过的？这俺俺们这么一点送过来，这那个多大不就是上路单了？当然没有听讲有没有？俺哪里说你们现在那个人民这个都过来个大街叫个要的？这渠道他们就得了个名单名字。